嗨，大家好，我唱歌，刚刚从成都回来啊，然后今天正好也是七夕啊，怎么说呢？虽然我和橘子两个结婚也有六七年了啊，我们在一起也快十年了，但是每到节假日啊，这仪式感啊还是少不了啊，不管礼物贵不贵重啊，这一次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啊，等一下我们上去让大家看一下，给他个惊喜啊。说真的，这么久以来，我自称算不上一个浪漫的人啊，但这种，过节的时候，我还是到多少要表示一下啊。先上一上，来个惊喜。这个，干啥？干啥？妈妈抓玩具。啥？啥？啥的？哪个你妈？今天七月七的嘛嘿。你的嘞？来，妈妈，来，妈妈，快点，爸爸给妈妈买点礼物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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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给你打气啊！打气来，咋来嘛？你给打气嘛？这里买奖励。哎呀！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是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一个这个啊。来，你走。你今天是很浪漫吧？那礼物贵不贵重啊？轻一点啊。嗯，谢谢了啊。听过那个了。我这个还是减肥的时候买的，哪个去过嘛？大年轻人带去嘛。姐，你看你去操场了嘛？你去操场，都啷个去带去啊？哎，看你是肥。我跟你说，肥那个在那里，你不要不等我们给这个带过嘛？对。要贴到一只。对对是吗？好不好看嘛？妈妈，爸爸跟妈妈打闪亮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呜，漂亮，漂漂亮，漂漂亮，啊，漂漂亮，好不好看？哎呀，谢谢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孙女，和姐夫一样。你看看，哎呀，鼓掌嘛！你看到这又在鼓掌。哎呀，那个去过吗？今天情人节，送你方便。哎，今天开钱了啊！还是浪漫一点嘛，两口还都要那个天。我今天是七夕节，哎，这个老人好嘛。哈哈哈哈哈！必须还有。谢谢。喜欢你哈。喜欢你。胖哥在一起算一下，马上十年了啊！项链第一次，真正的第一次送我这个，这根项链都是我减肥我弟弟给我买的，他都没有给我买过，不就打你给我补起了嘛啊！今天还是很有惊喜，对吧？今天是不断要有惊喜啊！今天一大早他们就问，哎呀，哎，我一看朋友圈，我说我今天不想看朋友圈了。就是各种晒，哎呀，然后我们朋友问我有没有，我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，从来不过节日，结果我要黑了，然后送我一个礼物，哎呀，讨厌，讨厌。谢谢谢谢，然后就把那个珍藏起来啊。那在这里借此机会，就是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结了婚的感情越来越好啊！节日快乐，朋友们，拜拜。